第一次三人约会，有点小紧张。不用紧张，当他不存在就好。所以他是？保镖。男友。现保镖，前男友。好别致的人物关系，我还是不打扰二位了。 哎，没来的时候一度还相信我跟小姐姐的兴趣爱好应该很相近，但是你带了个男人过来相亲，哈，这种做法真的有够新颖。你也挺新颖的，带只狗来相亲。这是我家死哥，我的 bro， 我选女朋友呢，要符合我家死哥的口味。来，跟姐姐握个手。 四哥，你好呀！哎，四哥，四哥，等等我！ 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嗯，戴杰，念初又见面了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嗨，这不是一直没找到吗？又见面了。是啊，李总。啊，就那个。 我还想起来，我突然有件事要去处理一下，那个我先走了，以后常联系啊。哎，戴杰。